那我写一个，我们两个。好。你看，左停，左不分离，停在这里。我们不分离，停在这里，停在这个心里。OK， 停在心里。向佐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其实他很多这种浪漫的小动作，这样，我想说，就很少叫你老婆。毕竟我们才刚开始，是吗？那好像结完以后，我们又回到谈恋爱的感觉，是吗？知道你迈出了很大一步了，也推了很大一步。对，为了我们其实还蛮妙，我们同时都大家退了一大步，就理解包容或者是不计较，这点很重要。我们两个还有很多事情要磨合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好好相处，可能也许过程并不是这么容易，但是这些挑战只是因为我们要去变成更好的双方吧。过了这个十月，好好休息，好好养宝宝，喂养身体。养宝宝，我很想要宝宝，所以养身体，然后生一个宝宝出来。他们这两周就没离开这个话题，我估计是怀了。真不知道二哥，真不知道啊！你在二哥嘴里套不出实话来。就希望过一些健康的生活，健康的生活，心态健康，环境健康，身体健康的生活，一起懒，一起悠悠哉哉。开不开花就看你了。哦，你原来在家呀？早点休息，我十点钟。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随便看看呗。